拥有36亿年历史的绿色生命力螺旋藻，生长在自然洁净海域的螺旋藻是优质蛋白质的最佳来源，含有多种营养成分。夏威夷科纳海岸的海洋深层水、原始森林与洁净环境中生长的纯净原料，100%纯螺旋藻粉末填装至胶囊，爱多美螺旋藻胶囊100%。螺旋藻的三大抗氧化成分：蓝藻素、SOD、叶绿素，有助于维持肌肤健康及维持生理机能，提供人体需要的60多种营养素。1天2粒，搭配温水食用。来自远古时代的海洋古老珍宝，爱多美螺旋藻胶囊100%。